春节将至，一些老牌子游乐景点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，也是推出了新的玩法。我们这两天就来到了锦江乐园，看到了刚从意大利引进的新项目，名字也很有特色，叫做波浪翻滚，据说刺激度能达到4颗星。我们在现场看到已经有不少游客跃跃欲试，想要亲身感受一下这个新项目了。还是蛮平静的。对，有一点紧张，现在有点紧张，不知道下来会不会承受得了。这个游乐项目一次可以载上20人左右，游客坐在翻滚的座舱中，伴着美妙的音乐在空中飞舞，渐渐旋转摇摆，停止翻滚，机器伴着音乐的节奏像一场舞蹈一样。我想飞，就放松心情的感觉。心情被放松了，在上面翻滚的那么厉害，你心情被放松了。那个很刺激，但也不会让人感觉好像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。它跟着这个节奏在翻滚，它的高度也很适中，因为在这个高度当中，你翻滚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不少游客表示，波浪翻滚因为有了音乐的伴随，所以不会像过山车或蹦极那样让人恐惧难熬，反而让人觉得又紧张又享受。这个项目呢，是我们乐园今年新引进的意大利的一台进口项目波浪翻滚。它是一个比较刺激惊险的一个项目，比较适合于青年人，和爱追求刺激惊险的一些人。眼看着春节长假快要到了，喜欢体验惊险刺激的朋友倒是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。